这条手球延伸到哪里啊？外面哇，好长哦，好可怕，太恶了吧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去哪里？我们来上 Puppy Playtime Part 2外挂破解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最近我的频道上面道具都是 Puppy Playtime， 没办法，我期待这款游戏期待了这么久哈，就让我这个退休老人再任性一下下好吗？那大家都看过我玩这款游戏的 Part 2了吗？没看过的话，建议大家去看完之后再来看这部影片，因为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安装了外挂，是的，我加了一点点的外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我呢能够随时暂停这款游戏，然后让我的灵魂脱离我的身躯，到处飞来飞去，所以我呢打算叫这个系列叫做 Puppy Hack Time。好比的作弊时间，一听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东东。那今天一开始废话有够多了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额外的好比的小篇章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我们本片一下下就突破10000个喜欢了，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系列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突破10000个喜欢好吗？我呢就在推出第二集，然后也许我还可以拍成影片教大家怎么安装这个外挂。好，那废话说了这么多，大家的喜欢都点下去了吗？做下去之后我们就要准备够不够咯，来咯。对，2,1 ready go go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开一个全新的档案，在这个 第二周目里面呢，我会跳过所有我们之前看过的剧情，然后还要顺便来找找我之前没找到的三个雕像，是不是我好像缺三个雕像的样子，游戏中有三个雕像我没有找到。然后呢我在第一周目跑的时候啊，这款游戏啊，我在它游戏刚发售的时候凌晨四点，它延期发售，对，它大概5:52，对，我 熬了一整个晚上，然后它给我延期到早上5:52，早知道就睡到早上了。我呢是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去玩这款游戏的，就一次给它全部跑完，对，一二三集都是在从凌晨5:00一鼓作气拍到早上7:00左右，然后呢那个时候啊，游戏有一大堆的 bug， 对，它的选单没有办法用，然后也没有亮度可以选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它的选单呢没有办法调，这些东东通通都没有办法调，所以呢我第一周目超级超级暗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周目啊，我把它调成超级超级亮，好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房间有这么多枕头欸。那我们马上来试一下我们的外挂，哦，这亮的好红哦。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外挂怎么用，我只要轻轻按一下一个声。这一直以来都是个书柜吗？我在第一周目的时候以为它是一扇门欸。我还走过去，我看看我第一周目到底是怎么把它看成一扇门的。我把亮度调低，我那个是，我真的第一周目的时候大概也没有这么暗啦，但是大概就是我以为这是门把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那是门把。可见这款游戏亮度有多重要。我那个时候 menu 坏掉了，我有点好奇那个书柜怎么那么薄啊，它不会是暗门吧？这个时候来擦亮你们的眼睛，我只要轻轻的启动我的外挂，我呢就会跟我的肉身分离，没错，我呢可以离开我的肉身。我在游戏中的角色的样子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他连形体都没有，跟史莱姆农场很像。我有点好奇后面到底有没有东西，来，我们偷偷的去后面看一下下。我除了可以脱离我的肉身，我还能够穿墙，对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能力到处飞来飞去，来看看游戏中一些不让我知道的东东。所以嘞，这个书柜后面是真的没有东东，我又有点好奇，我们原本在的第一章节的那个地方能不能够过去，因为这个地方被挡住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知道这边有一只小木马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跳过去的，但是哎，瞧瞧我灵魂出窍的样子，我们就能够直接穿越这个地方，然后去看看这条路走到底到底能不能够回去第一章节去的地方。我在猜啦，游戏作者应该是为了让游戏更，对，更少一点点，这个地方就完全跑到了地图外。这里可以看到这游戏的关卡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来，我们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然后我们 speedo run， 我们今天就是照着这种方式，然后速速的通关，然后去看一下下我们到底漏掉了哪些东西，然后还有哪些东西是大家感兴趣的。这扇门没有办法打开，我们刚刚有看过这外面就是 yep， 外面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空间。那我们就再继续往前走，我有一点点好奇 ，Puppy 如果他在，不要跟我讲话啦，我又吓到了。Puppy 如果他在通风管里面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有在爬？我是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在爬啦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有够难用，超级无敌难用的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东西给他搬起来，我们就直接跳过一些游戏中的剧情 ，Speed Run 给大家看，然后顺便去找找我之前漏掉的几个小彩蛋。好了，我大概知道我漏掉的东西在哪里了。哦，亮多了，这个小朋友的头
看起来更恶心了。好，我们把东西拿走，然后这后面应该是没有路可以走，这里会通往哪里啊？偷偷看一下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偷偷看一下下，走，我们冲进去。这边有一只 Buzzy Bee， 后面这边差点接到这条路，这条路又是哪里？哦，这条路就是这条。哦 ，Puppy 已经在这边等我了，我都还没有遇到你哎。好、哦，被我抓到，被我抓到，已经在那个地方偷偷等我了。所以由此得知，这个世界的 Puppy 不止一只。对，这个应该是游戏作者为了省游戏的记忆体，让他、欸，我发现钩索好像稍微好荡了一点点。那我如果这个时候偷偷进通风管，你觉得他会在通风管里面等我吗？我们先打开这扇门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在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呢不知道这些纸张可以收集，我现在知道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雕像，我、哦、真的量好多哦。OK， 坏掉了。我偷偷进通风管去看了一下我们的 Puppy 有没有偷偷藏在里面。这里过去就是死路嘞，搞到骗笑哎！你看，这是墙壁的缝隙，他从这个地方爬过来的、喔。哈，他从哪里爬过来的、啊？他到底从哪里爬过来的、啊？他应该哦，我还能够让时间暂停，我等一下暂停给大家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通风管亮多了啦，我好希望第一次玩的时候是这么亮哦、喔，至少恐惧感可以减个500吧。那这个时候嘞 ，Puppy 应该会从那个箱子里面跳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他有在箱子后吗？我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箱子后，但是不，他没有在箱子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从哪里蹦出来的、啊？我们等等来出来看好了。这个时候盯着他看 ，Za Waluigi。Sorry， 他已经开始讲话了。I didn't mean to scare you。找 Waluigi 完之后，我们暂停了时间，可以看到 Puppy 还没有出来。你慢慢。继续自己讲话哦，我呢还可以让时间慢慢的流逝，像是这个样子，对，够酷吧，够酷吧，再流逝一点点。结果是在这个时候突然跑出来，由此得知 Puppy 是个鬼。好，那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简单的谜题给他解一解，这里绕过来，这里绕过来，然后手手摸一下，这样子就解开了。接着，我们要来看看 Puppy 他会不会跑进去？这里进去，我、哦、这里是没有路的地方。偷偷看一下，他怎么走？好可怕！消失了。然后他声音会从这个地方传过来，跑出这个下水道吗？通风管？哦，这里啦！哇，没看到。他其实这里也没有路，好不好？这里根本没有路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这里有一扇门欸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这扇门后面有东西，闭嘴的，黄色的门后嘞没有东西。我来看看，变亮之后我有没有比较会用我的钩索，但是没有，超难上去的，超难上去的。妈，到底谁设计这个鬼东西的啦？哎，怎样呢？哎，嘎！好气哦，好气哦，我都该做脾气哎！我的灵魂能够上去，我的肉身在这里啦！放手！我第一次也没那么惨哎！哦，上来了 ，finally 哦，这个操作真的是很奇葩哎，真的是宇宙难用哎。好，这个时候如果偷偷的暂停，然后我们你还没出来啦，我们。可以看到 ，Puppy 是从这个地方突然冒出来，但他后面其实没有任何的路。然后我们让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他其实是从墙壁里穿出来的，好恶心哦。好啦，那我们灵魂回到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所以可以知道这款游戏里面的角色啊，他们大部分都是直接穿越，甚至在这扇门后面那个地方还有第二只 Puppy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。猫咪 Long Leg 它的手手玩的又是这个地方，啊！我又等一下下啦，亮度都变那么亮了，结果还是抓不到东西。好，啦，放手，差两公分啊，各位。好，那左右两扇门检查一下下好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很好。那前面这个地方是 Buzzy Bee， 然后我们的 Puppy 在这个地方 ，Puppy 在这个地方唱歌。这个时候，时间暂停，我让时间稍微流逝一点点，暂停。哇，好，
可以看到小熊呢是从一片漆黑中，妈妈在这。哦，各位，这个妈妈比平常还恶心十倍耶！这个妈妈比平常还恶心十倍耶！然后你看，动的呢是她的手，然后把 Poppy 抓入深渊，超恶心，超恶心。所以她其实肉体是在的，她的肉体是在的，不过她的肉体是没有做任何动作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鼓作气跳下去呗。哦，我终于看到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了，它真的是一个管子耶。然后管子跳完之后会是光圈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从上面掉下来的，原来是有溜滑梯哦。好，那旁边这个地方是我们等等要去的地方，不过我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小的好奇耶。走，我们到我们的正后方这个地方去看一下下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一朵可怕的花花。这个花花在这章节好像没有什么戏份，我总觉得在下个章节它的戏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。我有点忘记这里的解谜怎么解了，好像是先抓住这里，然后绕过来，我们跑过来之后，给它这样子勾着，然后再勾着，然后再绕过来，这样轻松简单。门呢就会沿着这条线打开了，真的是 speed run。走，这里呢妈妈会从上面出现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能够暂停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要暂停哦，我们手手要伸出去啊。这个时候灵魂出体看了一下下，妈妈是真的在上面，不过妈妈的手上来之后看到她的肉身是分离的。哦，是两个哎，两个 Mommy Long Leg 哎，好酷哦。好了，我的手就断了。好啦，看完会分身的妈咪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火车站。来到了火车站之后，这里可以捡到我们的第二个小火车，在这个地方有了，有第二个了。我偷偷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收集了什么东东哦。我们收集了这朵花花，然后还收集了这台小火车，然后旁边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收集，真的量多了哎。我第一周末到底是怎么玩的啊？超暗的哎，超暗的哎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拉我们的小拉杆，然后这个游戏它其实可以跳关。之前啦，在还没有改版之前，我现在经过了两天嘛，这款游戏嘞，原作者呢让这款游戏没有办法跳关了，对，它加了新的补丁。这是水吗？为什么有反光？铁的反光也太重了吧。那我们最后的时候好像是要走这个地方绕到那里，然后再坐我们的溜滑梯下去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在天花板上面好像真的有一个在附近，真的有一个可以收藏的东东在附近，我有忘记了，最后的时候才可以拿得到。好，那我们就这里有什么我们会想要作弊看到的东东吗？我思索看看哦，好像目前没想到。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速推一下关卡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直接跳过去了。后面那个地方就是原本的路。如果游戏还没有推进到后面的话，进到这间房没有东西耶，它还没有加载。省点游戏空间。哎，我们来到了下个小场景，这个 BBB 做我们的绿色手手的地方。我有一点点想要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地方，我们刚刚从这个洞洞跳下来的啦。走，一样照往常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洞洞？好像没啥洞洞，就是一个大。为什么这边会有两个按钮？好想按哦，我的妈耶，好想按这两个按钮。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我们的手手给做出来吧，这个按钮给它按下去，速速的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之后呢，把它给塞进这个可爱的小章鱼。如果我塞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办法塞进去。第一周末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塞进这个地方，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够塞进这里。然后我们的第三个东西在这里，这次跳进去看看好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好吧？那我们完成了我们第一周末的遗憾，把东西送他的颜色。再来第二个遗憾是，我想选四号，我想把四号拿起来，感觉很不吉利耶，就决定选你了。不知道为什么 Mr. 也不喜欢四号，我都忘记了。错，这些按钮都不能够让机器自己来做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人来按呢？来，我们这次来选四，可以完成我之前没有做到的遗憾。那我们录影带之前我们在第一周末的时候都看过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次我们在 speed run 的时候
就不去看那个，就不去看录影带了。我、哦、那个灰尘看得好清楚哦。When you complete a color pattern correctly, Bunzo will rise back up. 等一下，Bunzo很可爱，Bunzo会动哎，他是会动的。你看他的脸，他其实老实说很可爱。我是觉得他应该是里面怪物数一数二，我觉得 OK 的怪物。等一下，让我们去看一下妈妈的房间。That's all. 现在妈妈的房间是全黑的。等他开灯，妈妈，妈妈，啊，妈妈嘞？我怎么记得妈妈会出来？Isn't it amazing? 她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走，我们去看妈妈在干嘛？哎，这房间也太无聊了吧！它是一个天花板乱七八糟的房间，然后里面抽空，超级空。我们贴近妈妈的脸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近啊、哦！有点近哦，伴着。好，他是兔兔。第一章节的时候，哦，第一周目的时候一直讲错。好的，第二周目会不会厉害一点点？黄黄 ，yellow yellow red， 不能够黄黄黄吗？从头黄到底 ，yellow red red， 轻松啦。这是什么简单模式啊？瞧不起我啊？我。这个时候慢速，然后能够哦，我慢速也没有办法动，对，我慢速没有办法动，可以，但是动起来超怪的啦，不行啦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慢速这样子动。好的，够了，嘿，恩吉必杀。轻松简单。妈妈现在要给我纸条了，她把手伸向天花板，然后她的另外一只手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她是不是真的伸过去哦？答案是没有，她的手就在这个地方藏起来了。其实嘞，妈妈一直都是双胞胎，上面一定会有另外一只妈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上面这只妈妈在哪里嘞？上面这没有另外一只妈妈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有啦，在这个地方啦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还在这个地方。这是一直没有出现的妈妈，还是长得最畸形的妈妈，超恶心，超级恶心。谢谢你啦，谢谢你啦。我可以走了吗？这时候可以跳下去吗？哦，不行哎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掉下去。我之前是在害怕什么东西啊？对耶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呗。害羞，轻松简单，跳不过去。尽管你跑酷再好，你也是没有办法过去的。嘿咻，那我们就直接走过去。我比较好奇的是 ，Huggy Wuggy 哦，不是 Huggy Wuggy， 我比较好奇的是 Kissy Missy， 他后来跑到那个通道里面之后跑去哪里？我之前有跑、第二次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鸭嘴兽泰瑞把我压死，大家都说那个矿车很像鸭嘴兽泰瑞。好的啦，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吓我啦，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啦，我就玩过一次了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东西的话，我是可能真的会吓尿哦，我是可能真的会吓到漏尿啊！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有没有东西。好了，我才应该是对这些没有办法打开的门，后面大部分都是没有东西的，但不能够排除它也许会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是被什么东西啦？我撞到鬼啊！这个嘞是我们第四个隐藏的收藏品，好像是兔兔的样子吧？对，是兔兔帮着。然后我们刚刚还拿到了手手，没有给大家看。它虽然上面写说是 Green Hand， 但它其实是金色的。我在想啦，这游戏如果每一章节它都要多一个新能力的话，这就代表我们每一个章节我们的手就会断过一次吗？没有那么惨吧，主角？没有那么惨吧？哎，秀，我有听爸爸说啊，有些 YouTuber 他们在玩的时候没有那个花花的看板。我是不知道他们讲的是真的还是讲假的，但是我过去看看好了。你们说正前方的地方没有花花的看板是不是？我们偷偷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啊！我第一周目是看到鬼啊，吓坏啦，有点恐怖哎、欸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呦，接着蹲下来。摸手手，站起来，通过这个绕过来，然后再摸一下，解决。
轻松轻松，还有跑出来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妈耶，见鬼啦！见鬼啦！什么东西啊？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过关的、欸，但我做到了。恐龙没有出来吓我、欸，我一直以为哦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小烧包。不要突然，屁嘞！想毁啦！想毁啦！想毁啦！哎呦，音效整个都没了、欸。好的，是有点诡异啦。前面有小小的 jump scare 哦，这个地方会有气喷出来。我都已经熟门熟路了，熟门熟路，熟门熟路，对我来说一块小蛋糕啦。哎咻，搬开，哎咻，舒服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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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去了。然后扳手挂在这个地方，那只可爱的小扳手还在那个地方。走，我们。我现在才发现，走出来的时候有一只大大的扳手在上面看着我们，也是挺可爱的。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跳关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怎么觉得好像还是可以啊？我看看哦，我听说他已经改掉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已经改掉了。看起来还是可以啊，还是尽管我输入对了，但是他还是错的啊。听说啦，我们的纸条不是有三张吗？对不对？但前面两张顺序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样吗？有哎、欸，有一样哎、欸，但是后面的密码的顺序是乱数，就是那个数字是乱数啦。所以要猜的话，只要猜最后一张就行了。哦，但我们这次呢，因为要来仔细看看每一个小小的彩蛋，所以我们还是给他跑过去，不暴力破关啊。我认识一位 YouTuber 叫魔力莎，他就有暴力破解过，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频道。那这里我们哦，原来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去了、哦，我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门、欸、然后就是这里。这里有千千万万的 Bob 说你们看不到东西，我第一周末的时候我也看不到东西，好不好？跟大家一样，跟大家一样，这一次来你知道吗？我把条抽亮，亮到你们眼睛瞎掉，好不好？亮到你们，哇哦！ Welcome to Wacko， 好像有点太过亮了，没有必要这样子，这样子看得到了吧？这样子看得到了吧？好好奇哦，这个时候有东西在里面吗？里面，哦，这个管子其实很长，哦，里面有东西耶、欸。他们躲在里面欸，真的每个管子里面都有欸，我只是结尾的那个欸，各位，这是结尾的那个车道，我们到时候就是要开着我们的布布从这个地方钻过去。我真的每一个管子里面都有欸。那这个房间呢，上去看了一下下，这个房间稍微好看一点点了。好，该开始了，该开始了。很恐怖欸，很恐怖欸，亮了之后反而觉得好像给他有点恐怖哦。我们可以稍微时间暂停一下下吗？然后肉身脱离一下下之后，我刚刚是看哪个方向？我的手其实好小哦。我刚刚看的方向是这里，代表这边好像有东西要爬出来。对，对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有点恶心，有点给他恶心。如果我让时间往前走一点点的话，它就会像是这个样子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啊！好了，不要玩了，再玩下去要死了。我终于看得到所有的 Huggy Wuggy 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这是看得到了吧？这是蓝色的哎、欸，所以其实 Huggy Wuggy 不止一只，但是我觉得这工厂里面的玩具一定都不止一只，但是有智慧就是被改造过的，可能就那几只。你知道吗？我在猜，可能还有其他的 Mummy Long Leg， 但是，接受实验的可能就那几只而已。对 ，Huggy Wuggy 是1107是不是啊？还是1007啊？有点忘记，好像是1007。然后第三章节那只怪物的编号好像是，我给他有点忘记，回去看我的那个，回去看我的叫什么叫啦？哎。这是大家终于可以清楚看到有多少只 Huggy Wuggy， 你们看看这有多难，你们等一下看看这有多难，超恶心的啦，超恶心的啦。但是量多了之后，真的是轻松简单很多。我摸到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挡住我的手手了啦！这里有一只，
这里有一只，要等他出来耶。他太里面没有办法扒到他的脸。对，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你也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快点进去了吧，快点进去了，好多只，好恶心啊！我终于看得到东西了，其实有种欣慰的感觉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看什么看？快跑出来的啦！你也是，你也是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还有没有在偷偷看我的？这里有在偷偷看我的？进去，红色的，左上角、右上角这边有一只蓝色的，蓝色的，好给我，轻松简单，看得到东西根本超简单，好不好？看得到东西根本超简单呐、啊！我来偷偷看他的手手，他的手手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走。这里有一个手手哎、欸，哦，它会动哎、欸，这条手手延伸到哪里啊？外面哇，好长哦，好可怕，太恶了吧！啊，顺带一提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我之前完美的错过了，这是什么 ？Kissy Missy， 还有睫毛。所以应该是 Kissy Missy， 超恶心的啦！谢谢你啦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欸，这解密片好好笑哦，超好笑的、欸。好的啦，嗯，好像是要走这里出去，对不对？拜拜拜拜，第二款小游戏轻松简单。这游戏只要看得到东西之后就不会很难了。第一周目真的是 Hard Mode， 超困难模式。差点忘记是要走这个地方了。我今天走过来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有手手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走过来，走过去，走上来。然后刚刚第二只猫咪在这个地方，超恶，超恶。那我们那个东西要怎么拿到呢？我上次不是有偷偷的走上来这个地方吗？我其实差点就拿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嘎斗，我们来看一下下哦，它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好奇怪哦。我们它的颜色怎么变得那么奇怪啊？我们拿到的是这个 Kissy Missy， 就够主页，然后我们接着再上去。哎、不要松手，有没有叫你松手？哎、咻，嘿咻，上来了之后，听说这只猫猫会生气。我上次只按了一两下，对不对 ？Click the button to feed me candy。他说按下按钮可以喂它吃糖果。Hu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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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m。Give me more。他想要更多，再给你。Hu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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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m。More more candy。再给你。Okay, no more candy. 他说太多了，不要了。Nom nom. I said no more. 他说我不要了。Nom nom. Stop. Nom nom. 是给他有点恐怖啦。这个洞洞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检查一下下好了。但是没有东西。旁边，哦，旁边就是旁边。等一下 ，Kissy Missy 会从这个地方走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知道 Kissy Missy 要往哪里走了。走了，去看看。每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就让我想到鸭嘴兽泰瑞。来了，各位。这个时候暂停，然后我们过来看看 Kissy Missy 有没有在这边偷偷走。有，他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让时间缓慢的前进。我、哦、很可怕哎，他摆好动作了。好，我们先让时间继续前进。然后我们来偷偷看了一下 Kissy Missy 到底在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事情。近距离观察，好、啊。他的动作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！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尾随 Kissy Missy 喽。Kissy Missy 身体里面是什么？好，身体里面没有东西。他刚才回头看主角哎、欸，来喽，看仔细喽，到底跑去哪？他跑到后面去，消失了。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猫咪龙。哦，是在预言他的头最后会爆掉吗？这是在预言 Kissy Missy 之后头会爆，就这只没有头哎、欸，就这只没有头哎、欸，酷酷、
我终于知道 Kissy Miss 跑去哪了，他消失了，他消失了。泰瑞嘞？泰瑞，这是泰瑞，有个格子耶。大家不知道这是泰瑞的话，你们去看那个我第一周目在跑的时候，他壁咚我，他整个把我壁咚到墙壁上，超可爱的啦。好，你没有抓到泰瑞，你过来。他真的越看越像泰瑞。好了，这次不要壁咚我，我们接个线拉过来，摸上来，再摸一下，哎咻，走过来，拿起来，摸上来，简单简单，然后再把这个拿起来。这边有我们下一个那个叫做什么？下一个录影带。哎咻，上次就在这个地方了，被泰瑞壁咚。然后呢，这里解谜还挺简单的哦，把这个拿起来，拿到我的手上，摸上去之后，拿到这个跳起来摸，然后跳起来，跳起来放，轻松轻松，简单简单，走，我们又要再去地狱一趟了，泰瑞，出发，前往地狱的列车马上就要开了，爸爸们系好你们的安全带了没？我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还是不要乱闹好了，去吧，泰瑞，去吧。暂停，灵魂出窍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泰瑞是不是会跟我们的 Huggy Wuggy 一样摔死。好来，上面的玩具会闪开耶。OK， 好，再加点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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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泰瑞最后去了哪里嘞？害羞，我们下去看看好了。泰瑞最后去了哪里嘞？哦，万劫深渊啦，完全看不到他老人家了。对，完全看不到他老人家了。再见了，泰瑞。好的，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你。啊，他有玩具掉出来嘞，这是哪一只啊？这是 Candy Cat。哎呦喂啊，这个木板哦，这个木板真的是哦，这边跳下去好像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这里出来就出去了。那我如果这个时候穿墙再偷偷进去的话，他把地图整个吃掉了，已经没有 Wagga Wagga 可以玩了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洞在这里吗？没有注意耶。然后谁把门关起来的啊？我刚刚明明门就是打开的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明明门就是打开的。然后白天了，我这个时候可以找到之后才拿到的东西吗？我偷偷的切成这个模式，然后飞起来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之后呢，我们会从这里走过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像是在这附近有一个隐藏，在这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是那只手手，是那只手手。Alright， 今天的 Huggy Wuggy Part 2外挂解密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番外篇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下一集呢就看大家反应热不热烈，每一个大大的喜欢都会加速下一部影片发布的速度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